嗨，朋友们，我来了！哈哈。啊，这都几点了，鱼儿还在睡觉。哼。我们一起来整蛊一下他吧。朋友们，只要中了他的魔法，声音就会变得很奇怪哦。看看吧，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，呀！睡得可真香呀，现在该去换衣服了。今天该穿哪件礼服呢？这个还是这个呢？哈哈，耶，衣服换好了。鱼儿的声音真是太搞笑了。哦，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，呀！哎呀，肚子饿了，该去吃早饭了，走。朋友们，家里只剩下炸酱面了，看来以后要多准备点吃的才行。鱼儿的声音，是我的宝贝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跑！看我的，宝宝。
哎呀，我的肚子突然好痛呀，好想去洗手间呀！哎呀，哎呀！哇，好香啊！月儿不在，我就帮他吃了吧。真好吃！哦哦哦啊啊啊！喂，我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子？啊啊啊！哦啊！肯定是被鱼儿发现了。啊啊啊啊啊啊玩具盒里好多惊喜。